过其他的地方了吗？找不到像我们这样的地方了吧？好了，那我给你介绍一下委托的流程。如果你有想要委托我们寻找，你先试试吧。从百草居士的家往西边走，你把它带给我。早去早回。我说的矿物你带来了，你做得很好。像这样，你委托的样本得在这里放一放。